对不起啊，我也不想这样。要不然你也不会乖乖的在这里听我说心里话，疼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之间会走到这一步吗？啊，孟和平。 上面检举我，极其下流，卑鄙无耻，被尤家妻甩了，还要来破坏我们的感情。戏子，这样的男人你怎么能任由他摆布呢？你太傻了，你！这一切我都查清楚了。 他想分开我们，哼，他忘了我们是不能分开的，因为我们是铁三角。这都是你说的，放心吧，我会处理他的，让他知道劈腿男的下场。 喂，西子，是你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孟和平，该是我们两个好好谈谈的时候了。我现在在西子家呢。你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你别伤害他。我是谁？你现在还不知道？让西子听电话。 我要马上听到他的声音。你来就能听到他的声音。不过，只能你一个人来。知道吗？否则，你就再也听不到他说话了。喂，喂，东子，你在哪？你妹妹出事了，她现在正跟那个疯狂的追求者在一起呢。我现在赶去她家，你马上过来。好，你等我。 老板，哎，向老板买根棒棒糖，就可以得到通往下一站的指示。谢谢。找到我的秘密基地，你就会看见不同的风景。 记得你啊，妈妈好些了吗？妈妈好多了，可以去工厂上班了。这是一个叔叔让我送给你的。大姐姐跟我来。
妻子，妻子，走开！我让你劈腿，让你劈腿！你还想碰他？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！妻子，妻子，孟和平，你自己不珍惜妻子，你还要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？今天我就要替妻子教训教训你！你放了妻子，有话我们慢慢谈。谈？你的！派出所吗？我要报案。想跟我谈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到台里检举我的？是不是你检举我的？啊？就是你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着，妻子，没有人能分开我们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，啊！一句话，我现在就弄死他。同意了，我知道你会同意的。好，没事的，我现在就办。保护现场。好了，小姐，没事了，解开绳子，我们来救你。